在我们这个世间，有很多比丘往生者是属于中品往生的。啊，我们来举一个，宋代有位比丘叫法慈，他相信净土法门，修净土忏呢，都修了三年。曾经燃两个指，燃指供佛。啊，那么他受过戒，受过比丘戒，然后他还真受戒法，就是讲加法，啊，再重新受一次。啊，说明他是对戒律的尊重，啊，因为比丘通过一种这种登坛白事结魔的这个过程，他内心这种对戒律的无作戒体的强化是有作用的，啊，无作戒体就会在他的行为当中任运产生一种止恶防非的力量，啊，使他能够把戒律持得如法，持得清净，啊，来真受戒。他自己造西方三圣像，啊，造像功德是很大的，啊，《般若三昧经》讲一个念佛行人要得一切佛在前悉地三昧，要造佛像，造佛像是他得到三昧的真上缘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在因地当中每一世他都会去造像，造佛像。啊，透过这个32相80随心好，引发大家的恭敬心，引发大家信心的善根。所以我们现在东林寺在造48米的西方三圣像，也是给广大的信众提供一个，啊，积累功德的一个机会，一个福田，啊。那么造西方三圣像，同时他在读净土经典，每天作为日课诵观经、诵阿弥陀经。他这个求往生的心很急切，他每天都祷告，愿意把这个娑婆世界的寿命减短，早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他是这样，哎，这样到临命终时，他就有点小疾病。小疾病，他就在阿弥陀佛像前祈祷，那种哀哭的祈祷，愿佛早来接引。这种从悲哀的心里面唱出的阿弥陀佛的声音，都在很远的地方都能听得到。啊，就在他悲心念佛的时候，忽然看到阿弥陀佛像现前，藏六像，就站立在七宝池上。他一看到这个景象，就跟旁边的这个徒弟说：“我已得中品往生矣。”所以就端坐，啊，念息端坐，念佛往生。可见同修们呢，能得中品往生也不简单呐，啊。